有这么一款良心手游，开局就送火影七代目。第一世化身旋风鸣人，因吐血后宫之术被天道灵暴打。第二世转身为面具男，操控九尾，本以为世间不敌，不料戴面具窒息而死。第三世欧皇附体，上来就刷到神装玩具楼，木盾一开，对手爆胎，在释放大招千手真手之时，不料对面开了反甲，最后惨死在自己手下。火影忍者，这是一款弱肉强食、真实且残酷的手机游戏。